那你们买点什么呀？可以嗯，哎，我这儿啊，我这儿的东西那个保证质量，哎，价格是这儿最便宜的，货真价实的。那它是可卖布啊，这？哎，是我以前卖过布，是我在那个大明商场里面做过。你看这个布料子多好，这布料都是那个时候进的货，那个时候商场里面卖那个9块钱一米，现在我7块钱给你。在那个商场看过，就这最便宜、啊。这布多漂亮啊！现在季节还正合适呢，买回去做条裙子，穿多爽气、啊。能再便宜点吗？这我这已经是做到底的价了，这我这一分钱都不赚你呢。再便宜点吧，我们多买。6.5块吧。干脆点，6块行不行？这我都没得赚了。行，6块，啊，手多少？10到2米呢。多少钱啊？多少米啊？7块，7块。嗯，没钱，要买点。6块。数钱呀！我不愿意动别人钱。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小气呀、啊？我还怕你往口袋里装呀。你不怕，我怕。行了，我相信你啊！我不是故意那样说的。来来，帮我把钱数一数。你真的不帮我呀？帮，我能帮你上上货。收收摊儿，有我在这儿，他们不敢欺负你。那好，不数就不数吧。哎，这个地方真不错，你看下货下得多快呀！你卖那么便宜还不下货？便宜有的赚的，我这一步啊都3.5块上的，每米还赚2.5块呢。做生意哪有赔本往外拽的？就是。不能太贪了，见利就走。我可没想到你们能耍那么大火。学着点吧。哎哎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来来来，把这个铺上，快。这场雨整整下了3天，这正是白宝山所期望的。正如北京警方所分析的那样，81射击场案发后，白宝山调整了自己的作案时间，10天前，也就是在他和谢玉民认识后不久，白宝山乘坐长途汽车来到河北省徐水县，寻找他的下一个作案目标。本车品种有Thank you.
别弄了，晚上去我妈那吃饭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看我都弄一半了。哎，你别看现在出太阳，你看西边的云都上来了，连成了一片，这一会儿肯定下雨的，还钓什么鱼呀？我的事儿不用你管。那不行啊，你这样出去我不放心。我说过我的事儿你别管，你现在就到我妈那儿去，我出去一下就回来，我们在那边吃饭。那你带渔具干什么？我说第三遍了，我的事儿你别管。我说你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去我妈家吃饭了吧？你怎么不去啊？我不放心你出去吗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我要逮鱼，我去下鱼窝子。你他妈懂什么呀？好了好了，是我不对，吃饭吧。我不吃。你不吃啊，我吃。你也不许吃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？我说了，到我妈那儿去吃饭，你跟我犯什么咒？我就是不去。大雨天的，要去你自己去。
我就这脾气。其实我也为你好。到那边吃饭，弄成点事儿。东西收拾一下，你把地弄了。干什么呀？别恨我，我这人就是脾气不好啊。我呀，就是想去弄点鱼，昨儿看好个地方下了鱼窝子，今天我得出去一天，你好好在家待着。嗯。哎，要是闷得慌呢，到那边也行，和文姨做个伴儿。不下雨了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你去干什么呀？现在不下，说不定一会儿还得下。那都是老爷们的事儿。你好好听话，在家也行，去我母亲那儿也行。今天反正下雨，你也出不了摊儿，在家好好睡去。我呢，得晚点回来，你也甭等我。什么呀？吃的呀。我不要。你不吃东西了？行行行，放着，进屋吧。
起，对不起，我跟你没留神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喂，五处吗？哎，我行政处刘维镇。哎，我你行的那个路卡情况怎么样？哎，我知道，昨天下过雨，天气不好。哎，天气不好更要提高警惕啊，这可不是开玩笑。我们怕辛苦，罪犯可不怕辛苦。稍微一不留神，让他溜过去，那可就砸锅了，啊？哎，我知道大家辛苦。好吗？有事咱们再随时联系，好吗？好，再见啊，那再见。刘处辛苦了啊。嗯，怎么样情况？这线索啊，是这个联防队反映的。哎，这个村叫大张村，村里的孩子啊，在那铁道桥下玩，在这堆电线杆子里发现了这个皮枪套。有个叫狗蛋的孩子就把这个枪头带回家，结果呢到了他父亲的一阵训斥，他父亲害怕这个惹生非，就让狗蛋把这个枪套扔掉，谁成想这孩子不但没有把枪套扔了，反而和他一帮伙伴们啊玩什么打仗的游戏，结果把这个枪套藏来藏去就藏没了。情况就是这样的。周边的情况，这个地点啊离这个八一射击场并不远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射击场和这个景山区的连接处，据我们判断，这个很有可能是赵海刚当时佩戴这个皮枪套，这个被犯罪分子扔在这儿。这个藏枪套的地方就是在前面那个第三个电线杆这个空场里，当时塞的并不深，是这个狗蛋用那个铁丝把它勾出来的。马上去狗蛋去。好。王大哥在吗？王大哥，打扰你啊。来了，这我们领导。欢迎，屋里请，屋里。狗蛋，来了，出来，快点。你叫狗蛋。嗯，你能把你捡到这个枪套是什么样子你说说形容一下吗？是这样子的，可是那个短的，反正是装真枪的小枪套。
皮的，上面有皮带，还有个小兜，挺漂亮的。你看是这个样的吗？嗯，对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你怎么弄丢了？就那二宝，他非要埋个地方让我们找，到了最后他们自己就找不着了。你还记得是埋在哪块地里吗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在那边地里埋着的。你再好好想想。哎呀，我你们问我多少遍了，我要是知道不早就告诉你们了吗？好，那就先这样。你再帮我做做工作。行，如果孩子能回忆起来，就及时通知我。把毛巾给我。哎，来，哎，给我弄点吃的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。我没跟你，我可以不管。我跟着你，我就得管。你要管什么？我就是不让你去弄那个鱼。哼，你说哪儿去了？你自己心里明白。你自行车呢？丢了。丢了。丢哪儿了？哎呀，告诉你也不知道。你说实话，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我他妈杀人去了，你管得了吗？我累了，你给我弄点吃的。我不弄。你到底弄不弄？我就是不弄。操你妈！起开！哎，来了。这是白宝山家吗？是，您是？我姓宋，派出所民警，刚接手咱们第四区片的管理工作。您是白宝山的母亲？是。哦，那个白宝山在家吗？在。好，您请里面。好好。
老山，老山，没，起来。啊，派出所民警找你有事儿。你就是白宝山？是啊。今后咱们四区片的工作由我来管，关于你申报户口的事情，所里这次来派我来呢和你正式谈话。我的户口你们还想着给办？老师，来来来，快请坐。妈，我也是刚接手工作，先了解一下情况。那你就了解吧。都了解什么情况？回来这几个月你都干什么了？哼，也没干什么。开始还想等办了户口找份工作，可你们那个警察不给我办，没有户口怎么找工作？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证，我想起个照做点小买卖都起不了。不能起照就不能干点别的？干什么？哎，就是外来人口在北京打工也得办个暂住证吧。那这些日子你就天天这么待着？可不，天天待着，睡觉，看电视。喝水。好。早先可不就天天待着吗？最近处了个对象，跟他在法海寺市场卖点小百货什么的。哦。是这样吗？要真是什么都做，那我吃什么呀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有几个月了。那你白天做买卖晚上都干什么呀？晚上有时候到我妈这儿来待待，不过来的时候呢就和我对象早早睡觉。你不住在这儿？啊，以前住这儿，有的对象就住我对象那边。昨天晚上嘛，我俩吵了架，我赌气就搬回来。哎，你服刑前当没当过兵啊？当兵？没有。那好，那先这样。好，哎，哎，这位同志，那个我那个户口什么时候给我办？哦，我这不刚接手这工作吗？我还得开几个座谈会，听听附近居民对你的反应。你呢这段好好表现啊，尽快把你的这个表给报上去啊。好，谢谢了伯母。哎，这就是我对象，四川人。这位是派出所的。我姓宋。啊，宋同志，他来问问办户口的事儿。哦，我听白宝山说昨天你们吵架了是吗？哎，我们是吵架了，他一赌气就跑这边来了，这不我过来叫他回去呢。为什么吵架？哼，大雨天的他非要去逮鱼，我不让他去就吵起来了，他动手打人呢。你动手打人这可不好。我气头上雷了他一下。哎，不要紧吧。宝山，你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？妈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其实昨天我挺后悔的。你呀，伯母，别生气。哎，不要紧吧。哎，我听说你们在法海寺摆摊做买卖是吗？
是，卖点布和小百货。你们晚上都干什么？那还用问吗？这晚上还能干什么？都累一天了，早点睡觉呗。哎，这一家人啊，和睦点，别总是吵架。你回来不容易，那坏习惯好好改改，这家多好，得知道珍惜。是啊，谢宋同志。那大妈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走吧，慢走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慢走，好好好。哎，小姐。宝山，你跟玉敏吵架了？嗯，还动手打人了？打了。你哪这么大脾气？你从大西北回来那天，你都说什么了？都忘了吧？你说你要重新做人，不再给家里添麻烦。冲着这我才给你张了对象，可是你瞧现在你的脾气还动不动就要打人了。小谢，来，我跟你有话说。宝山这孩子，哎，我妈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呀，都是小时候的事儿。想我逃学了？想你打鸟，打老鼠。我呀，就是枪法好，天生的。随便这么一抬手就能三点成一线。得了吧，这是不能当钱花。哎哎呀，疼。你还别说，搞不好这还真能换钱花。我才不信呢。哼，你要不信你就瞧着，我这辈子啊不会总这么穷的，总有一天呢我也会有钱，会有很多钱，你跟着我不会有亏吃的。算了吧，这年头啊这吹牛不上税。瞧不起我？没有，我是说好好做咱们的小买卖啊。天晴了，下午出摊吧。你的事儿我不管，想出摊你就出来。去的为什么呀？嗯嗯嗯嗯，多好
好的同事啊。其实我主要是舍不得离开你嘛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我知道，不过我的事儿你最好别管，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记住这句话，我的事儿你最好也不要打听，这对你好，你知道的太多没有好处，真的，我不慌你。你是不是在外边有女人啊？我出去是做事儿，跟女人没关系。你是不是还要离开我？还得出去一次，一两天吧，我准回来。我回来就再也不离开你了。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。明天呀？嗯。明天我出趟门，这次我后天回来，就这一次。相信我，不是为女人。我就相信你这一回吧。哎，你轻点，哎，有些东西可是塑料的。好事啊，你找我。对，金科长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北京来的客人，他们是北京市局刑侦处的，牵扯了一个北京的案子，到新疆来呢，想了解一下互相阻断的分布和管理情况，这方面你熟悉吗？你给大家介绍介绍。没问题。哎，你好，卢建民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麻烦。哎，不客气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来来来，大家坐坐坐。请坐。什么子弹？北京呢，这个有一个涉枪案子，涉及到一批子弹，这个子弹呢是这个弹力标识是75-81，那个7.62毫米的步枪子弹。我们从军械部了解到呢，这批子弹呢是这个河南一家兵工厂在文革的时候生产的，全部给了兰州军区，兰州军区呢全都配给了我们新疆，我们想查一下。子弹分布很广，从子弹入手难度很大，我们来那肯定给你们添麻烦吧。不过呢，如果全查的话，那是不可能了。我们的想法是呢，就是说是了解一下这批子弹呢的分布区域，然后呢看一看，了解一下这批子弹的流失渠道，就最好啊能够了解到这批子弹呢
接触人员的一些情况。即便是确定范围，工作量也很大，难度很大，也得查呀。这个北京这个案子非常棘手，这批子弹呢是非常重要的物证，侦查的需要嘛。咱们下一步工作是不是划定个范围，确定个重点？这个线索呢，我们是从上面了解到的，这我们也是从上往下查的。到了咱新疆了，我也想从上往下查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行，咱们先上新疆军区保卫处联系一下。行，那我们先去军区保卫处。还有，咱们新疆啊和内地不同，新疆还有个生产建设兵团。兵团呢有大部分的民兵武器，也应该划入咱们的工作重点。金科长，到了咱新疆了，我们听你安排啊。